大家好，我系卡门咯。咁点解我夜妈妈先嚟拍呢条片呢？系因为我想问一下观众们，想唔想我喺呢个 channel 度拍片，有关于每一个礼拜里边，星期一至日我可以拍到几多条片？然后每一个礼拜就话翻俾观众听，咁就算摆埋落平时拍嘅片度讲都冇所谓啦。咁我哋呢个 channel 自由啲嘅，咁就可以喺影片下方嗰度留言，话俾我听，留个 comment， 咁我就自动送一个爱心，然后揿赞。只要你话要我拍又好，唔想我拍都好，我都送俾你啦。只要肯讲就得噶啦，肯讲就够噶啦。咁如果你想我拍嘅话，咁可能平时嘅片嗰度，平时星期一或者星期日拍嘅片，我都会讲一讲啦。咁如果有时忙一滞，咁可能隔几日先出片嘅话，就每个礼拜第一条片啦。咁呢条片就去到呢度啦。如果你哋观众想中意呢条片嘅话，记得俾个 like 我 ，share 出去话俾朋友听嘅 like。share、comment、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， 记得揿埋 long long， 咁我一出片你哋就收到通知，咁你哋就唔会错过下一条片噶啦。我哋下一条片再见，记得 like 埋 Facebook、follow 我 Instagram， 仲有订阅埋 Samuel Chun @K YouTube 联营频道。同埋莫名其妙，好。我其實而家用緊 Zoom 嚟拍片嘅，咁就停止。